是一个没错。给我们一个热情的掌声好不好？谢谢。哇，这个是无简单哦，这个节奏感真的非常通哦，真正爱加油一下吼。请各位来宾请起立。时间哈，然后单位会的新卸任会长的这个交接典礼，当然今天的灵魂人物，那听说很多最大的两位男主角哈，要卸任的就是我们的王会长，王惠民王会长。将接任的新任会长是我们的钟正通钟会长。那等一下呢，请会长上台致辞的时候，再邀请贵宾做致辞。总部致政现任会长、副会长、总干事感谢状。我们请现任的王副会长慧珠，请就位。我们恭请我们李云洲李竹伟代表我们总团致政感谢。啊，两位呢，这两年来呢，为我们本会所做的这个奉献。感谢你们会务传承，我们请我们钟正通现任的钟正通钟会长请就位。还有也请我们的卸任我们的王惠民王会长，各位一样恭请我们李明洲李竹伟担任我们今天的监交人。我们请我们的就会
复位哈。那我们请我们的建交人为我们致辞，邀请我们李明忠，我们李主委为我们致辞。各位，还有我们这个指导委员啊，以前我们县党部国民党县党部的主委西征指导委员，还有我们萧庆栋指导叶总干事啊，还有李组长，还有这个文理副会长，还有很多的干部，还有这个义工伙伴，很高兴来参加今新就任会长的交接典礼。谢谢我们这个王会长跟义工这两年来的辛劳啊，这个王会长在他的任内啊，都延续办理这个我们端给林内同仁之家的爱心活动，还有捐血活动，还有就是说有爱无爱为漫威天使，还有就是这个帮县团部办理有很多场的水土保持的先导活动，及105年第一季的社会团路的汇报，非常感谢义工伙伴啊。即将接任的这个钟会长啊，他是青年才俊热心公益，他以前曾经担任过会长，相信在他的带领之下，会的会务一定会。祝福各位新任的干部及所有的伙伴们继续来支持新的团队，祝福。谢谢我们今天的建交人，我们的主委李明忠主委的致辞。接下来我们邀请我们现任会长致辞，请我们的现任会长王惠民王会长上台。现任的叶总干事也是当时的组长，他现在担任总干事。这十年风风雨雨，这当中我所有这些干部，所有我这些义工，我的团队，我有没有当会长？我两任没有当会长，但是他们不离不弃，还是一样，这个标志救国党古根江团委员不是支持我会长，只是在支持叫做救国党古根江团委员，没有支持我王惠民会长。姐妹们、兄弟们，有你们真好，谢谢。我们要非常感谢王会长这几年来带领古根江团委会，会长感谢您，因为有你的带领我们团务才帅的。我们再次热烈掌声感谢王会长，好不好？
新任会长致辞，先邀请我们即将上任啊，我们的钟正东张钟会长为我们致辞。你有他，他硬的吼。笑脸男。我们作为总办事啊，叶总办事，指导委员徐指导委员，指导委员肖那个副会长哈，那。现在团友会，还有那个我上尊敬的咱的会，咱国会的会长王，不惜牺牲把这些经营那么好的一个团体哦，一定会好好的努力，不是很陌生。在我当学生的时候，我很向往的西阿纵走，救国团哦，是不是？深入跟我们以前一样深入校园，再来办理那个西阿纵走。学生时期的时候去向往这个西阿纵走，然后去认识这个建国团，所以我希望都不要只有办舞蹈啊，或是只有办绘画啊，还是办一些活动，也需要办理一些的比较郊外的活动这样子，因为毕竟我们。溪头也有活动中心嘛，阿里山也有活动中心，建潭也有啊，高雄也有，所以我希望我们的救国团能够蒸蒸日上，谢谢大家。谢谢，感谢。哦，相信在钟会长的领导之下呢，我们的国会会越来越好，对不对？与会的来宾，现在来到现场，就是我们家人嘉联有线电视公司的董事长许恒慈，许董事长来到现场。哦，他也是我们县团委的顾问哈，非常感谢来欢迎我们斗六公亲副章张志斌张副超，欢迎您。啊，如果没有介绍的，补充的介绍，谢谢。非常感谢哈，现在徐老师哈，在很多的场合都可以看他的露脸哦。哎，这是永远不老的老师啊哈。来宾致辞，我们请我们钟会长要。我们先邀请我们指导委员，那因为他等一下还要感叹哈，所以我们请来我们的徐宇珍啊，徐指导委员。为我自己。好，我们刚刚卸任的我们的王慧明王，钟正通钟会长，以及我们救护团委以及叶总干事，还有谢家小马他的同意啊，然后我最敬爱的位阿公。今天刚卸任了，我们的黄友美黄会长以及各乡镇会长，还有我们所有的不分商委会跟所有贵宾，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开始哈，因为后面还有一个行程，所以我其实很早就来了。那当然今天呢，我想是，那尤其是刚刚哦，一开场看到我们王慧明王会长热情如火的开场。短文探会哈，今天咱们叫咱钟正通哦，被翻斗了。因为正通哈，是我在担任云林县团云林县那个党部主委的时候，他是就我们云林县的总会长。那当然他也参与了很多的活动，不管是全国性的活动、县级的活动。那我知道他非常有热忱，一定能够传承我们王会长哈一直以来秉持，不分商团会发扬光大。那其实刚刚王会长。的会长，所以其实我一直以来，安吉刚开始，我都一直以为骨科团会就是王会长，因为我的印象中那时候应该是王月霞王主委担任我们的骨科商团会会长，然后经过这段时间，现在我想他已经快要跟我们骨科商团会画上一个等号，所以正通要加油哈，这个这么优秀的这个成绩哦，要真的要传承，而且一定要在更。热衷团务，所以我可以看到我们其实有声有色。那我相信，在整个的带动之下，一定会，甚至是我们像团会都有很好。谢谢我们的叶总干事啊，哈，叶总干事是回来家乡服务，因为我记得我刚开始参加救国团，他是流浪的一
一阵子，现在要回到我们身边了哈。所以说，我相信在我们的云县的救国团，可以说一定是有非常好的一个。用这个机会啊，再度的感谢我们的王慧明王会长，那也恭喜我们的中正中正，大家一同共同来努力，让我们的这个云县更好。那在这边，雨珍也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事事顺心，谢谢。谢谢。委员请留步哈，那帮我们致赠一下我们卸任跟新任会长的纪念品哈，要感谢我们的云林县我们救国团的指导委员徐玉珍徐委员。那我们请我们的卸任会长王慧明王会长，还有我们的新任会长钟正钟钟会长请上台。因为我们徐委员等一下，因为他还有行程要赶哈，所以致辞。这个奖牌哈，还有这个致赠的礼品。新的会长钟正钟钟会长，请上台。委员徐宇珍徐委员，非常感谢您哈，因为年关刚好年底的大家行程比较满，所以徐委员呢，等一下会先请您一起感谢您。补充介绍与会来宾，我欢迎真善美联谊会的前会长，也是我们斗六市民代表王优美王家，林内高委会的副会长李应昌李副会长，欢迎您。接下来我们要请我们的来宾致辞。对，请动。邀请我们的肖指导员哈，肖爸啊，大哥，肖爸，肖爸，对，大哥，对，你说，因为哈那个落爸呐，做爸都走了，再叫肖爸我们还快走，所以叫肖爸。今天的两位男主角哈，我们龙瑞敏会长还有。星座组长，还有王美美会长，还有徐老师，还有我们李副会长，还有会长副会长陈万师，还有我们古龙乡的好兄弟好姐妹。好啊！我跟王美美会长吼，就使讲是老朋友啦吼。啊，拄只我是第一派，我人交出来是人咧哭的吼，真少。我不会哭啊。都哭。你没考了其实你余生命呢卖了的陈正贤他他的世界还有那个园长的黄金龟算是最多就的了那能够当那么多次会长表示说我们古乡团委会的好伙伴都支持你你今晚当起花赶快让给你精神领袖好不好你身工体高，那高阶难提，我讲你讲王惠明，哎，那高阶会掉，哦，你做厉害，高跟我当黄金姐，黄金姐哈，所以在我们王会长的领导之下哈，那办理得很好，那我们都非常的放心了哈，那一点啊，像我讲的，他拢是高阶的心了，上失败啊，开玩笑，开玩笑，那我跟我们那个新的会长钟会长呢，不是很熟。但是我看他哈、哦，好像一表人才，对不对？哎，心上刚才忠诚，对不对？哎，跑跑来了。还会做总工会，这也是诶，那是做会长嘛哈。总工会，办下来的时候，一点零的时候一点多问题哈。所以我们古龙乡代会会长应该会非常放心的把我们的团路哦，交。我们也希望说所有的。工伙伴姐妹们，以
等那个王振明的厂哦，继续给我们钟会长来分享，这样好不好？好。应该是没问题了、哦。哎，苏丽啊，我刚刚问那个谁，其实说你到底姓什么，我忘记了。沈。沈呐、啊，沈苏丽了，因为我看他哦，好像口才也一流的，那个主持也一流的，唱歌也一流的哦。他跟我都很厉害哦，你印象对我？通哥。通哥了。通哥啦。通哥谁？通哥谁？通哥。那不要叫小胖，一定要大伙认得就是这样子，大家都熟。那哦，是怪人呀，哎莫，不莫，莫了，莫了，不要了，干嘛了？不要了，不要了。笑人，笑人啊！哎，那哎，因为要当会长，是不是也不容易了？不容易。那其他各乡镇哦，啊，听我接同事讲哦，哎，飞来先哦，飞川关哦，二十乡镇，拢走一半以上拢总会钓到，拢总总会出来，真的不容易哦。你想接一等的，那现在因为长哦，我管哪个站，他在关的时代啦吼，会做会钓，大家叫白，新长个礼拜的，白家得白照顾个，啊，起码呢，哇。不能讲，不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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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龙贴啊，贴个龙不能被讲啊，所以C罗阿伟三点五，所以还在努力当中哦，努力当中哦。那今天能够我们交接恭喜我们文香团委会，恭喜龙瑞敏总理中会中会长啊。最后面祝各位能够心想事成，欢笑如雨，谢谢大家，谢谢。谢谢。那我们多谢唐文明老人家的介绍，会蒸蒸日上，谢谢。啊，现在我们的徐委员因为有行程要赶哈，所以要先行离席。啊，李佳，邀请我们现场的贵宾、我们的来宾，还有所有的伙伴，我们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我们的徐委员的莅临，谢谢您，谢谢。964代表王代表黄永明，我讲一下啊，对啊，也是我们今天啊，各位我们的伙伴，大家晚安。我是今天也是刚卸任的，我们的那个黄也是黄会长哦，刚接任哦。今天早上我们刚举办过的我们的交接，真的很感谢哈、救国团有这个舞台，让我们在社会上多一份爱的关怀，让我们社会上在每个角落都能全国上。最近救国团的新闻也是一直接触救国团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原来我们救国团这么用心的在替社会服务这一块。政府的打压，在我来讲哈，团体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所以如果我们有看到我们的总办事或给你们总团的新闻的话，请大家用力的转传，让我们的全国都知道我们救国团到底在做什么，到底为这个社会付出多少的能力与关怀。祝福两位会长能够会晤昌隆，也祝福在座的各位一位的嘉宾，还有我们的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也是我们斗六市民代表哈，王代表的致辞，感谢您。我们补充介绍来宾哈，五位来宾。介绍我们斗六通员会的咨询委员张启煌张委员，感谢您的莅临。再来是我们斗五乡通员会的会长王东渊王会长，欢迎您。还有我们四五乡通员会的总干事林慧玲林总干事，会长欢迎您。云范顾问，感谢您，谢谢。会长，再来要邀请哪位来宾为我们致辞？我们来邀请我们的云林县团委会的副会长，我们的廖文宇廖先生。虽然我人会怕背，但是我嘛要做下来。谢谢大家了哈。首先祝福我的永远的总会长，我们王惠明王总会长，爱你，他拍手哦。总会长有好几个，但是他是我是
你若知影在电话卡里啊，是拄着我，叫王总会长。哦，啊，也祝福我们的庄正通庄会长的接任哈、哦，还有我们的，有我们徐老师，啊，咱黄永美代表，啊，过来咱们业绩超越总干事。还有在座的我们新任卸任的会长、副会长、总干事，还有大家各位委员、好伙伴，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哎，我是云林县团友会的副会长。那在此首先要先代张立善张会长，在这里特别邀约我们的卸任的王慧敏会长，重新回到我们的团友会。回来很多问题了哈，诶，因为当初是因都是咱的团友会的，哦，但是因为一个续任在咱的古坑团友会的时候，他觉得他精力都要集中在我们古坑，所以在那个当下，他先暂时退会，所以这一次我们用会再邀约我们会长做代理了。哎啊，跟各位报告哈，我们团友会的组织是就是在我们各位各乡镇的团委会的里面的会长之后，我们才重新组合出这个团友会的组织，在全省各县市都有这样的组织，而且他每一年都会举办一些互动的联谊哈，还有会议在进行。那我们黄永美总会长也是我们里面的委员的哈，那。希望各位，我们在救国团在这么多的时日，在我们政府对于救国团的一些认知上面的误解，哦，这些你来，那应该都走过这个年轻，我们都曾经成长过。说实在话，我二十几岁退伍了，就是去咱小把动歌啊。我因为咧当歌啊吼，阿传以外咧救国团，我在救国团里面成长，我也在救国团里面结婚生小孩，有机会当阿公的。好，那我自己认为我在救国团里面学习到非常多，以前我真的不敢踏上这个舞台，但是当拿到麦克风，可能会滔滔不绝，你们会觉得肚子饿的，所以。真的，这里是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园地。那我希望各位，我们这些的伙伴，你们把我们成长的过程传递给你周边的朋友去分享，说救国团是一个非常健康的一个公益组织，啊，也让各位可以在你们的子女介绍进来，可以让他们在这个环境里面可以在更高的成长哈。啊，希望各位利用自己的时间来做自己的社区，也在这个活动过程当中去推展我们云林我们的救国团哈。那希望大家好好的把救国团的。台湾再重新擦亮它，哦，不要让一些不知道的人误解，啊，我们不知道说他们的想法是正向力量，啊，往下去扎根，往下去发展，哦，在此谢谢大家，不要耽误大家的时间，谢谢大家，谢谢，谢谢。会的副会长哈，感谢您的支持。就补充介绍与会来宾，欢迎我们社团法人云林县小天使花团协会理事长张维忠张理事长，欢迎我们乡。为陈总干事，欢迎您，欢迎我们股份团委会的顾问蔡美欣蔡顾问，以及林文博林顾问，感谢您的莅临。接下来，下面请我们的周工会长邀请来宾致辞。请一下咨询中心的蔡专员哈，对，来多多为大家讲一下。谢谢，我们今天的王会长，副主委，宋哥，肖爸，哦，未使叫肖，那个廖副会长，还有我们的徐老师。还有我们的尤美姐姐，还有叶总，还有我们伙伴们，各位会长们，大家晚安，大家好。好。哎，很荣幸哈，真的是认啊，我接任企划九年，认识他真的是九年，
然后呢，他接任会长的时候我没有来，我几件个人的因素没有办法到。我今天一定爱搞，我觉得王会长真的非常的支持我们捐血中心啊，我是都公开的个人私交哦，好朋友啦。然后呢，真的是救国团哦，除了我从小，这是伴我从小一起就长大的，细汉的时阵就是去参加救国团活动，到今嘛才坐会啊，搁在参加什么阿朗一箭头，到现在还在参加，真的是我们的生活的好伙伴哦。当然了，在我的工作范围内呢，还办了那么多的捐血活动，李组长，那个一天到晚就是给我传讯息说啊，我们是哪一个地方要办捐血活动的，非常的认真。在这里呢，衷心的谢谢大家，为我们捐血中心的付出，为我们用血的病患，恭谢谢。在此呢，恭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谢谢，感谢。专员们，感谢，也希望呢，我们所有今天来到现场的所有这些团体单位呢，能够继续。那么再邀请我们玉林县的总办事哦，叶总办事，以后也可以做压轴了。也邀请我们的叶总办事哦，给我们加冕一下。王会长以及钟正通钟会长，还有我们的朱伟，我们团委会的副会长，我们捐血中心的蔡小姐，还有我们张理事长徐老师，还有我们是我们这个救国团会长联谊会的总会长王会长以及我们各，还有我们古坑乡团委会的义工好伙伴，大家晚安。刚我们王会长让我想起他嫁女的时候，在中间跳了一场舞但是我不晓得他那时候有没有流眼泪，我不知道但是刚刚他留下他的男友的眼泪我们古坑乡团委会真的是有下过心所以说当他要卸任的时候，他会舍不得也非常感谢他这十年，在他的理念里面他觉得救国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社团，他不希望在他的手中而断送掉，或者说整个会务没有办法回展，所以他就委托再回来接我们会长的这样的职务。这个就是他不会说因为他热爱这个团体就掌握。他找到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接班人，所以说他就交给我们钟正通钟会长。那我们钟会长各位也知道他很年轻青工会的总会长，所以我想在他接棒下来了以后，我们独江团委会绝对是可以振奋的事业也做得会用这样经营事业的。我们所有的好朋友一起为公益。刚刚我们黄总会长谈了大概的一个状况但是我想这个未来固定的一个说法他现在是我衷心的期待，就是救国团公益服务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宗旨继续。这个乡亲来做各项的服务。曾经有人问我过你们救国团为什么不改名字，我常跟他们报告我们救国团不是在救什么国我们没有那么伟大，但是我们爱的是爱我们中华，因为我们有每个乡镇市团委会的所有的义工，你们就是平日在各乡镇所做的公益服务，这个就是爱国的一种。我们是不是为自己我在今年一月份我调回乡服务了以后我心里就自我期许我希望未来我们这
大家来认同救国团，我们借着公益的角度，希望以后我们救国团穿上背心到各地去做工的时候，大家都是非常高兴的，而且是非常光荣的。我是救国团的义工，所以这是我对我自己的期许，所以也希望我们钟正公钟会长，他在这未来这两年的任内，也能够自我期许，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救国团，在乡内，在我们的故乡，为我们乡亲来做各项的服务，所以在这里用这样的一个话语来。那我们现在我们的前主委也是我们的顾问。张立文，我们掌声来到现场哈，欢迎我们的张立文。好，感谢您顾。那立伟的到来我们顾的到来，表示对我们古根乡管委会的一个认同。完成啊，也没有到的话，也请各位义工好帮我们做。时间，他绝对也跟我们主委一样，来主持或者说办的活动。那。今天你们的莅临表示对救国团的支持，那我们也愿意用支持乡亲的这样的一个理念，我们共同来努力。最后祝大家心想事成，万事如意，谢谢大家。谢谢龙长，谢谢我们现场对我们的电影总干事对我们的支持哈。那现在是不是要请我们我们的立委张立伟也是立委，那现在是我们管委会，我们县管委会的顾问哈。那我下面几句，从这里。张立善。主角是我们惠民兄跟我们正峰兄哈，那现场呢有我们最敬爱的徐老师，还有我们的大家长哈，我们的李明洲李主委，以及我们的指导委员哈，我们的肖指导委员，还有今天刚刚卸任真善美的会长哈，尤美了哈，新上任有来吗？有哈，四月有来，还有我们的文宇是我们团友会的副会长哈，总场所有古坑的。我们所有的好伙伴、好姐妹，大家晚上大家好。好。谢谢。那还有几位都是我们也刚交接完哈，交接了吗？交接完了吗？大家怎么没有叫我去？还是要传承跟延续那我们非常感谢钟正通刚好是谦恭会刚卸任嘛卸任马上接送救国团，所以表示呢，我们救国团还是有很大的吸引。我的主委我们主委真的很棒这老师推荐的啦徐老师推荐的啦我都觉得救国团至少还有有。要不然现在现在救国团很麻烦而且很辛苦那所以呢，我想各位既然认同救国团还是要坚持我们的理念我们都是扮演一个非常正面良善在社会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如果国家社会还看不懂救国团妇联会到底要扮演什么角色，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失职，尤其妇联会妇联会你知道吗？我看过多少感动的例子像说耳朵听不到的，哑巴没办法讲话的那云林县有很多孩子呢要千里迢迢到台北去接受开了电子耳所以呢我包括很多的失学没有办法缴这个注册费的那透过妇联会每年的这个奖助学金的补助，他能够顺利的就学。我还听到有一个孩子他亲眼在一个这个颁证典礼里面他就分享，他说他现在已经升为医师了他以前就是受过妇联会的协助跟帮助，所以他现在也愿意回馈这个。国团妇联会我们都在基层在地方呢做，所以呢我想我们今天认同救国团，我们就勇于站出来继续为这个社会打拼，为这个社会服务。所以呢我非常感谢王惠民可以说是救国团的这个打不死的老兵，对不对？他真的不错呢一任接了又一任，一任接了又一面任了所以表示他对非常的认同我们给他掌声一下，是没有加入团友会。
告了哈，我们还是要一个传承哈，就是说卸任的我们的这些会长哈，因为你带着你的经验智慧，就这样子哈，哎，源源不断，生生不息哈，团友会他就会换李明忠啊，李主委他要带任，都是救国团最大最大的祸盾。我想这个就是啊，我想这样的一个啊延续才是正确。青工会也带得非常棒，非常好，他是一个非常有为的青年。我刚刚看到他三个女儿在那边，有吗？两个，有一个大女儿，有一个大女儿，大女儿很年轻哦，哈、哦，哎，我们给郑通鼓励一下好吗？为我们救国团来付出了哈、哦。那我想各位要上菜了，我就不多讲话了哈、哦。最重要祝福大家哈、哦，今天还算是。我们还是用一个崭新的心情来迎接新的一年，所以我在这里祝福大家新的一年心想事成，事事都能够顺心。尤其明天晚上在三好酒店有个跨家的，我想一起来共享盛举。那还有一个苏雅办的一个升旗典礼，元旦的升旗典礼，大家如果有心，我们再一次看到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可以呢一大早就升起来，就在我们天空上飘扬，这样好不好？好、啊哦、好，谢谢，祝福大家，谢谢，非常谢谢我们张立倩，我们新就任队长今天的典礼，致赠义工聘书。我们请我们现任的不动陈总干事代表接受聘书。我们请我们的现任会长钟正通钟会长上台为我们致赠。
两边的人往前站，圆拱形。社会一份这个安定的力量，当然社会未来也希望大家会当来为咱地方的这个事务去做较侪贡献，啊，希望这个今仔日的这个交接典礼会当圆满成功，啊，咱管委会的这个会。
名。耶！耶！好 ，OK， 张金刚，赞！同一个群组，啊、我来的徐胜杰。哦。先生，好。小弟几届？我三届，我比我七九年，我看到你，我刚看到你的胡子，我知。
你来第一，你怎么？啊，你都无甲注意点着，做咩样？你讲，做你冇注意，对，注意你都无甲点着，对。
现场的各位，谢谢。
我变成某仔，我现在 OK。好，我某仔。相传的会，再次啊，救命！